個温馨提示俾大家，千祈唔好黃昏嘅時候去 wake surf， 因為佢個太陽一落咗山嗰個凍嘅程度同有太陽係差天共地，所以一定要係有太陽嘅時候落水，如果唔係你就會好似我而家咁樣收唔到波啊，震到！为了方便游客欣赏到这个咁宏伟的峡谷，当地起了个木造的桥，俾大家可以咁近距离穿过悬崖的悬壁，摸落啲悬壁度都是凉浸浸噶，同埋千祈唔好挂住影相唔睇路，好易撞头噶。哇！大家见唔见到呢个来势汹汹的瀑布？就是因为佢啲水一路流落嚟，侵蚀咗呢个山，经过年月的洗礼，一路侵蚀。就侵蝕咗呢個自然嘅峽谷出嚟啦！呢度最高咧係大概有50米咁高，即係25道門咁啦。因為咧呢個係純粹我自己嘅計算方法，因為我要見到25道門係幾高，我先知道50米係有幾高咯。我望緊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 OK， 我知道有幾高啦，好高。頭先我話好靚嗰啲花，幫我影張相。其實咧，我好開心啊，因為其實嚟到依度冇乜特別嘅，真係一個峽谷同埋瀑布，即係山水嚟嘅啫嘛。但係咧，已經令到我好開心咯。平時可能行得多靚景係海邊，或者可能一個大草原，但係咧，估唔到喺個峽谷度 feel 到嗰種水聲嗰種澎湃，一路聽嗰種沖沖沖沖沖。嗰種力量已經令到我好開心啦，即係有一種莫名嘅開心啊！聽嗰啲水聲，聽唔聽到啊？好開心！估唔到一個小小嘅峽谷都可以係變成一個旅遊嘅大景點。科莫湖會唔會有科莫多龍呢？定係會唔會有水怪呢？通通都唔會，因為有我獅背獸謝貝出發啦！科莫湖地理位置咁好，湖光山色又點可以就咁齋睇啊？所以今次我點都要融入呢片湖入邊，實行將自己變埋喺個風景入邊。而家啱啱就有呢個夕陽。無限好，黃昏的時候有少少太陽落曬過嚟，跟住喺度慢慢揸下船，然之後真係可以喺個湖中央去睇呢個湖嘅風景。我諗呢度係最好嘅位置去享受科莫湖。我想講，其實 Lake Como 呢度啦，大家嚟就係覺得係一個好寧靜嘅地方，可以去休息一下、喘息一下，但係。我就係想話俾你聽，除咗可以做以上嗰啲喘息休息之外，仲有啲好刺激嘅活動可以做，就可以 wake surf 去睇曬成個 Lake Como。我覺得大家絕對係可以3、5成群咁樣租一架船咧，去遊下個湖啊，睇下風景啊，去 explore 下唔同嘅角落頭，兼且一齊 wake surf 啊！但係我有個温馨提示俾大家，千祈唔好黃昏嘅時候去 wake surf， 因為佢個太陽一落咗山嗰個凍嘅程度同有太陽係差天共地，所以一定要係有太陽嘅時候落水，如果唔係你就會好似我而家咁樣。
平時放假或者 weekend 嘅時候咧，你哋都可能會同屋企人話：，喂，不如走轉長洲食海鮮螺咁。意大利人都會一樣，佢哋咧嚟嘅唔係長洲，係我身後面呢個咁靚嘅 Lake Como， 對住個湖食餐好嘅，所以我而家都去飲香菜粥啦。俾個意大利小 tips 大家，你哋有冇留意到有啲餐廳叫做 Osteria， 有啲叫做 Trattoria 咧？Osteria 其實就是你當居酒屋咁樣，大家會去喝下酒、玩下 pair 牌、食下小食。而 Trattoria 咧，其實就是都係傳統餐廳，但係咧佢哋就係會 serve 一啲比較家庭式啦、簡單啦，同埋會用當地嘅新鮮素材去整嘅菜式俾大家嘅。嗱，呢個咧就是 Lake Como 版的鹹魚，因為它就是六月左右它就會在這個湖度釣出來，它說是一個沙甸的品種的。哇，你看哇，啲骨細到它幫我現在起骨，姐姐點少少醋，我只是試過魚先，我好喜歡這個，哇，好好味啊，是會有不同層次的味道，一入口首先是少少的酸味，然後慢慢嚼就嚼到個魚的鹹味，然後個魚的鹹味之後就是那種很濃郁的海洋的鮮甜味，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說什麼，但就是這樣的味道。 Is this for you? Are you going to eat with me? Candlelight dinner? Lunch? 他整多了一碟給我，我說這碟你不是跟我一起吃的，他說 No, it's for you， 即是給我吃兩碟，即是什麼，見到我就知道我大食還是什麼呢？因為呢其實呢這一碟飯呢，大家看看個碟是有多大先，噠噠，是很大碟的。跟住呢他說平時這個呢是一個人是不給叫的送來的，最起碼要兩個人，因為咧佢呢個係 four people 嘅 serving， 即係四個人食噶。試下呢個白飯先，嗱，白飯咧我哋就日日食嘅，但係咧亞洲人咧又點會咁唔健康，將啲白飯煮落牛油度啊？但係佢呢個係將啲牛油整完個鱸魚，再將碟牛油整落個飯度，試下先。哇！哇！簡單的鼠尾草去調味，然之後牛油裡面有少少嗰種魚油香，佢加埋魚油，再加埋鼠尾草嗰種香味，咁你自己諗得到啦。冇得頂，我都唔會冷待你嘅，等我試下你啦。來自 Lake Como 嘅鱸魚，對我嚟講咧。我喜意吃淡水魚是因為我喜意它那種少少的泥味，即是譬如你吃平時那些皖魚腩咧，有一種少少的味嘅淡水魚味那種泥味，其實那個才是吃淡水魚的正咯，對我嚟講，呢個就有個味啦。不如你咳一咳機先啦，我想自己趁靜靜地匿埋食咗呢碟嘢，但我不想俾人話我肥啊。OK， 你咳機啦，拜拜。